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放工资了，发工资了，今天都开心啊，都高兴了啊。今天是7月1号，本来是今天 Selina 要走的啊，但是呢没有这公交车，改成明天了，正好发了工资啊，等着工资呢去买买买，我估计啊，来开始吧，开始吧，开始吧 ，Selina 啊，来你的工资15万啊，不用谢不用谢，到木头头了，来木头头，这是你的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不知道激动，不知道干啥了啊！来，你的你的，别走啊 ，Selina come，Selina 微微推给牛吧。啊，这 bonus， lucky Billy。谢谢。啊。你等会儿，你先别那么激动，我告诉你啊 ，buy food， 给我母兔兔 and 妈妈。啊，撒吧，撒吧 ，take。谢谢。啊 ，and， 你上一边。你起开起开，兄弟 ，Matthias， 这是你的学车，谢谢。For driver license， lucky 猫甲 ，lucky 猫甲。三姐，哎，摩托的杠。他为什么没有啊？学车基金不是每人奖金10万吗？摩托的他没学，啊，因为他俩得错开学，摩托的还不到摩托头呢啊。摩托的过来，我问你，Selina， 兄弟牛吧 ，no buy。buy， 他是真的 buy。buy 你。kilos baby kilos wife。啊，嗯，他现在要去买衣服，买包啊，这个带回家呀，带回家走，咪咪 follow you， 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走吧。这不是正好发了工资吗？就是多给了 Selina 40天的工资当做奖金，因为他老妈不是也生病嘛，回去呢给老妈买点吃的，然后呢孩子呢吃喝的啊，哦，给孩子也买点，这20万的话对于他来讲也很多了。走啊，木头头，走吧，走吧，我跟着你啊，跟着他们去买买买。现在呢，我们开车跟着他们来到了当地的一个批发市场啊。然后呢，他要买这个马赛衣服啊，马赛 clothes。啊，一回家必须得买马赛衣服啊。那穿不惯咱现在的衣服，那边的在原始丛林里面还是得穿这个布比较合适哦。再看看加多宝吧，加多宝就要走了，加多宝，哼。加多宝睡着了，啊，这是当地的一个马赛服饰店，啊，这是你看，这是妈妈啊，你在当地呢就称呼年纪比较大的都叫妈妈啊，你看这是当地给妈妈穿的这衣服，马赛，啊，这都是马赛，你看这衣服这布，在咱中国就是床单啊，哎呦喂，首饰啊，买点首饰嘛还给媳妇儿 ，Matthias。大家好，我是马赛 clothes shape 哦 ，Kadito 马 clothes shape。This one is Salama chip。大家好，我是。哦，他家那边的衣服还贵呢，你别看是个小县城啊，这衣服还贵呢。这大城市这马赛衣服便宜啊，所以在这儿多买点儿。因为他家那边马赛太多了啊，都是马赛，所以说衣服需求大，所以他就贵呀。上次我去他家给他买了50件啊，还不够穿呢，你还得再买。哎呦喂，这个给我木头头，给我 Selina 的，行，大舅哥，这算大舅哥了，大舅哥送个礼啊。行啊，他马赛人之间相处的都特别融洽的啊。哎，要走了，大舅哥送个这是啥呀？看、啊，有钱人啊，有钱人啊。行啊，比这算。啊，5000，14块钱人民币啊，这一个小布。谢谢，谢谢谢谢，当地橙汁啊，很纯。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批发市场，来回转啊，木头带着我在当地市场。大家谁还记得这个地方啊？这个地方就是我给他俩买手机的地方。然后现在呢，母头头想给这孩子再买点衣服啊，跟着他来买点。哇塞，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啊，没想到这个市场这么丰富啊，卖什么的都有啊。又是要买这铁箱子啊，因为他们家住的呢就是土房子啊，还是适合这铁箱子。希望这一次母头头买了别把钥匙丢了啊，母头头，可以。上一次把钥匙丢了，买了以后。Matthias， 嗯 ，Kilito Balidi， 他家那儿现在特别冷啊，他说，那买个毯子。
就是非洲这边很多国家呢，你看上到就是国家级的工程，下到这个基层，你看这小商品啊，二手衣服啊，是吧，都跟咱们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啊。这是花了20000块钱啊，买了这一个毯子，你看现在他俩都会讲价了，一顿讲价啊，来了这儿。咋了，你还得给自己买件衣服啊？啊，喂喂拜。喂喂，喂喂，我是给你吧。啊，给我吧。No, 喂喂，给你吧。喂喂。啊，给我咪咪。给我。哎呦我操！我操，你的眼光真好啊，你眼光。谢谢。你给我妈妈拜吧，给我妈妈，给我外父拜吧。啊啊，咪咪。那我买喂喂给，你看这是说不明白呢。他想给我买件衣服啊。No, 喂喂 ，keep money。啊。留着钱吧。25000，他问价呢，他在那儿。25000是70-80块钱人民币了，我操，够贵了，太贵了这衣服。我来到了这家店，我想买个鞋架啊。你看他是走街串巷卖鞋的，马铁斯看见以后想给孩子买啊。啊，当爹的都想着儿啊，因为孩子上学嘛。你看在这个大城市，人家孩子都穿着比较好啊，都穿着那好鞋。啊，也得给孩子买这种，虽然是二手的吧，但是穿上的话，是吧，也不掉档。啊，老板，你算秀才。买完了。10000块钱。10000块钱，这都掉色了。他说那个大超市啊，卖的贵，这种鞋得20000当地币，他花了就是说人民币28块钱。行，撒吧，行，给秀才穿呗。我感觉就这种鞋啊，在咱国内的话，新的也就10几20块钱吧，这里二手的啊都坏了，还卖小30块钱呢，哦，这么贵，这地方真的。马铁斯终于买完了，木头头呢？拿到八头。哎呦，买了2小时了还没买完哦，这是真能逛啊。但是呢，你看确实是也要回家了吧，给家里老人啊，给孩子买点东西带回去，因为这边东西便宜，你知道吗？我估计。Money all over finish， 对，这是他说买老多了，对，把钱都花没了。但是呢，你说这种心理确实不错啊。你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啊，你看努力挣钱啊，给让自己的就是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还行，不错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